条系关于我哋唔小心食咗一堆精嘅片。好奇怪嘅，好奇怪嘅鱼味，好奇怪嘅，我麻麻地。只系鱼类嘅精子。我们都直接吞精了，呢个都唔紧要。咁上面呢一堆咧，点解佢可以？点解消失咗嘅？点解仲有啊？点解我哋借得堆精啊？我哋借得堆精同埋几棵葱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二字大国仔》。你睇张图。张图。好啊，跟住啊。跟住睇呢度。以为消失晒嘅，应该压晒落底咧，唔好吓亲，唔好吓亲。嚟啦嚟啦，辛苦你。錄緊啦，今次壽司王嘅 promotion 就3月3推出啦，赤醋飯制，竟然今次嘅 promotion 係喺啲飯度落手啊！照以往慣例咧，咁我又會繼續嚟追蹤壽司王啦。因為呢個係你嘅 responsibility， 係啦，我責任嚟，我開始慢慢咁樣變到，我決定佢一出 promotion 我就食啦。咁希望今年入邊可以拍到12集整齊嘅出全套。壽司王多謝你，多謝我就不如佢可唔可以考慮一下俾一個好的位置，我可以不用排隊之後我用它排了3個小時，再多一點，我4:30就已經完了上一單嘢，現在是8:12剛剛入了。本身呢今天就拍兩條片，因為它搞得只剩可以拍一條。今次跟以往有什麼不同呢？就是我們不會再逐件壽司打分，改為有哪一種新的 promotion 壽司我認為可以再嗌多一件，有哪些是建議大家不如索性不要嗌，慳回點錢嗌件正一點的更好。今次它新品裡面所有的飯的顏色都真的不同了。是啊，我都看到啊，搞得我真的很期待，因為我對啲酸嘢好中意，我好中意食酸嘢，由出世到而家我都係大肚婆嗰個質地。我終於都有得食嘢啦！啲人嚟就食咗呢個工程院產特大飯立貝，咁佢就唔算係啲咩新嘢啦，純粹係特大，咁都真係幾特大。我同佢都係一啲好中意食飯立貝嘅人啦。其實我係中意食燒飯立貝，但係飯立貝都好好。我都係中意食燒嘅，咁但係其實就應該冇咩特別啊。但係佢今次嘅飯咧就係用赤醋飯，佢有講到赤醋飯咧啲酸味和香味可以令到嗰啲魚更加新鮮嘅，即係佢嘅 pose 係咁講嘅。Do you agree？ 個飯盒會好大啊！佢完全係填滿咗我個口。咁又係。好好味，我覺得個飯盒會好鮮，但我又唔知道佢嘅鮮係關唔關嗰啲飯事。我哋仲未得出答案，就係知道嚿嘢好好食。27咧就其實都幾貴下。呢個鬼蝦。鬼蝦就咁叫鬼蝦喎，你食唔食呢個㗎？我不覺得你會吃咯，咁兩蚊，而我自己都不會啊。試下呢個鬼蝦，鬼蝦幾錢啊？22蚊一嚿。中意食蝦的朋友咧，我覺得不錯。入邊佢啲肉鮮啦，同埋醬都比較漿嘅，咁就同一般嗰啲玻璃蝦有少少唔同。甜甜，少少又未去到話好甜，有 texture 有質感，唔錯唔錯。跟住就到咗呢個伊豆神津島產金木雕，試下淨係個魚眼。如果唔中意太多魚腥嘅朋友，就唔好食呢嚿啦。冇錯，因為佢嘅魚腥味都幾犀利。哇，好香喎！但係香，但我自己就係嗰啲唔太中意魚腥味嘅。我反而想試下就咁食佢啲飯。佢呢一隻赤醋飯咧，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就係在於佢乾身少少，佢比起傳統嘅壽司飯比較乾身，都的確係再酸多啲啲。我覺得甜味冇咁多嘅，比起普通壽司醋，我自己覺得我唔討厭啊，即係未食過赤醋嘅朋友，我覺得可以一試啊。22蚊一嚿，佢有啲腥。今次我會將佢擺入建議唔買系列。呢個就係檸檬鹽味嘅炙燒鷹雕，鏈。哇唔得，哇好酸好酸酸。有。你俾啲檸檬味話好親定係點啊？哦，串頭真係最唔中意啲魚咧，就有啲咁皮喺度啦。我自己睇落就覺得有啲核突。人哋已經犧牲咗俾你食，你仲要批評佢個賣相？佢係寫住檸檬鹽頭，我覺得佢好甜咯。但係你都食到啲檸檬鹽味嘅喎。我覺得好甜，我食唔到甜。係，我食到鹽味。我做到鹽味，我自己食到，但分得比較開咯。又估唔到呢只魚幾好食喎！好味啊！佢自己有咩特別咧？又講唔出，即係佢冇話魚嘅鮮味，又冇話好甜。我諗嗰啲甜係嚟自個檸檬嘅。O、okay、K。但係夾埋一齊個味道係好好食嘅。係啊，我都好中意呢嚿，竟然推薦啦！佢22蚊兩嚿，即係又唔算好貴。北海道產昆布即花魚，又係有塊葉喺樹啊，試下啦。你唔好食塊葉，你試下嚿魚咩味？冇味咯，嚿鱼冇味，因为我仲谂住怪块叶添，你只要连埋块叶一齐挤落去啊，哦系啊，就系块叶嘅味道咧，抢晒所有嘅味道。但系明明呢块鱼，佢应该系
有醃過噶嘛，即係呢個即字係代表醃。啊，但係又冇乜 feel 喎，feel 唔到個味，腥又唔腥。屌，鑽石跌落地。魚香亦都唔係話好魚香，大東撈，大東撈。12蚊。12蚊兩嚿，即係6蚊嚿啦。咁佢嘅就連頂套都唔係好建議嗌呢嚿。創作煎魚定創作烹魚咧，我又係。冇查好呢隻字先過嚟壽司郎，對唔住大家。有幾創作呢？就是上面有啲葱啊，有啲沙律醬，同埋呢啲係咩嚟啊？呢啲就係創作啊！咁上面嗰呢啲嘢，呢啲木魚咧，啲味好濃啊！好濃，好濃味，啲木魚嚟嘅原來係。好長啊！呢條魚其實有少少似吞拿魚嘅 texture， 其實啲沙律醬係完全可能佢有作用，但係你唔會 feel 到個作用有幾大。但係我覺得嗰啲係木魚嘅味咯，都係。係啦，最好味嗰啲係木魚，但係 sorry 呢個嘢我幾推薦。我唔推薦。17蚊兩嚿嚟講我自己覺得可以一試，因為佢俾到你嘅味道個感覺好唔同，你起碼試咗先，係啊，你可以起碼試咗先再選擇。特製煮蜆軍艦。哇！佢嘅特製又煮蜆啊，做咩問我點啊？淨係得紫菜味。又真係喎。啲魚係一啲味都冇。我都冇擺咁多喺上面，我望緊佢名仲有啲咩味？佢得個口感咯，嗰啲係正咯。我啱啱正咗條葱，條葱好有味。12蚊兩嚿啊，同樣都係暫時被我列入咗不如唔好捱嘅例子入邊。咁佢呢一個煮蜆軍艦咧，佢就係話係新嘅，咁就完全冇鮮味啦。咁我呢一個咧蜆肉茶碗蒸咧，就屬於鮮嘅，睇下佢有幾鮮。首先我揾下有冇蜆肉鮮，有嘅。張圖咧，我哋有5粒。都有佢個茶碗蒸大係咪㗎？好少好少顯味，我係咬到最尾尾到最後先至有啲。今次啲關於蜆嘅嘢都可以 skip。蜆麻麻地，呢個19蚊一杯。19蚊一杯。普通茶碗蒸好味啲。呢個叫做三文魚白子軍啊，佢上面勁多葱咯，我想講，使唔使咁多葱先？一個頭先唔夾成個頂頭。有一個咩？冇味。佢的 texture 好滴，好厚啊！好厚，好滴啊！真係，好奇怪嘅魚味，好奇怪嘅，我麻麻地。白子係魚類嘅精子，即係佢先夾排排好厚。我哋頭先，我們都直接吞蒸了。這個都不要緊，那上面這一堆為什麼它可以為什麼消失了的，你明明有，為什麼我們只得堆蒸我們只得堆蒸和幾棵葱，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這個都被我列入不如慳飯系列，赤醋飯這件事我們暫時吃了這麼多，它真的沒有令到你吃的那個壽司有太大的不同感覺，即是放入口你不會說這個醋味同我吃了一半都忘記了，是原來赤醋的，所有東西都是這個卡特拉拉，它是什麼味道？咖啡加牛奶，咖啡加牛奶，佢叫雙層卡特拉拉，上面都是有焦糖。卡特拉拉，奶油色，雪巴拉斯，果然成日加甜品咯。真的是甜品喎！佢嘅咖啡令到佢成個卡特拉拉個層次感上升了一層。又或者我咁講，你一咬爆啲焦糖，你就俾啲咖啡味一嘢攻入嚟，同埋呢嚿嘢一到你就即刻食，因為原來最凍嘅時候食真的很緊要，好好味喺你最凍嘅時候，好好味啊！10分滿分啊！我始終都仲係中意原味多啲，係嘛？我是出原味，我好希望下次它是一半一半。哇，貪心！最後我哋同大家整理一下，到底有哪幾嚿是可以將慳起嚟的錢嗌多嚿嘅壽司，包括有都要戴翻頭盔啊！所有我哋講嘅咧，都只不過係我哋嘅個人喜好。E.G. 唔中意食，唔代表你唔中意食啊！你中意就可以試下跟你啲，你唔信邪嘅力都可以試下嘅。其實逢星期一、星期四出片啦，想俾我快啲睇到壽司行最新嘅 promotion 咧，咁就記得訂住呢個 channel。訂完之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咁喺我出片嘅時候 ，YouTube 先會話俾你聽我出咗片噶。follow 埋我同埋佢嘅 I.G. 同埋 Facebook， 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！我哋嗌其他嘢食咯。你個 channel 名改名叫 E.G. 壽司郎，叫壽司大個仔，壽司大個郎。100% 蘋果汁，唔該幫我點一下 ，thank you。
有冇人想學剪片？窮啊，賣心得。啱就想開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嘅你，見過出面好多學校又或者正規課程，其實都冇專門教一啲剪 YouTube 片嘅技巧或者心得喎。咁所以我今次就決定唔係教吉他，就將我呢八年入面嘅剪片經驗全部 group 埋做一個速成班。放心，會由零開始教起啊，手把手教學啊，四堂入面一定學識，除非你太蠢嘅啫。但係睇開我，你都應該知道唔會有可能蠢得過依住大個仔㗎啦。報讀呢個班咧，你仲可以得到一堆我咁多年以嚟儲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。另外，其實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r 朋友咧，係好想請剪片嘅。呢個都係我自己開呢一個班嘅另一個原因啦，就係我真係剪唔切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呢條片立下嘅 description box 度撳 link 報名。多謝，拜拜。